大家好，我是 Kiki， 我们来到了国境之南诶。开始哦，我还没准备好啦。哎呦，没关系嘛，出来玩嘛，随性就好。吼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Cindy， 今天带大家来到台湾最美丽的地方屏东，走。这次我们要告诉大家，来屏东不只要省钱，还可能把名车开回家诶。怎么可能？跟着我就知道了。省钱也要有质感啊！住在屏东第一晚基本补助现折房价500元呢，这家饭店还加码折价500元，立马省下1000元。我们要去吃大餐了啦！而且啊，你看还有一个平安福袋，里面有摸彩券，一券在手，希望无穷，大奖有百万休旅车、电动车哎。我怎么没有？我们是自由行哎，春游补助以房间为单位啦，所以福袋也是以房间为单位哦，一个房间只有一个。还有啊，业者提供的加码好康白白款，要知道的话可以上网查询哦。今天呢，我要带大家到35年不曾露面的秘境，重点是今年3月才刚开放哎，好美的草原哦！这也是35年来首次开放哎。来恒春呢，怎么能错过古城呢？这里呢，我跟你说，它可是全台保留最完整的地方哎。哇，那很适合搭配我这种古典美人耶！笑死我了，是古怪美人好不好？哦，你很奇怪耶。春游特别针对了18岁还有到40岁的旅客呢，只要入住恒春小镇民宿还是东港民宿呢，就能够补助500元。还有呢，东港的限定福袋，太好了吧？是不是很刚心？屏东县政府也太刚心了吧？真的是就刚心呗。离岛补助可以用哦，针对青年加码住离岛啊，也有一次折抵500元的优惠耶，民宿再加码折抵300元，省下了800元，也太赞了吧！太好了吧！而且这样又多一个福袋耶，我真的是越来越爱屏东了，我也越爱屏东了耶！算了一下，总共省了2300元耶，还有三个福袋呢，据说价值超过1000元，还送了3张摸彩券，等于我有3次抽中休旅车的机会了。哇，希望我们的愿望都可以实现，再来屏东玩。有有有，去屏东，有有有，有好康。